大家过完这个中秋这也是一年呢，家人难得相聚的姻缘缘分呢，确实是不容易的。10年修得同船渡啊，百年修得共枕眠，这个也是在叙述缘分。包含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佛，百千万劫难遭遇。那我们学习啊。学贵心悟啊，这一句话，我们有没有触动？触动我们的心灵深处，有触动了，我们的行为会开始改变的。就像。上次发了几个电影，提供大家参考。其中，这个一道精华版，虽然它叙述的是一道，但是它最凸显的，就是柳毅泰先生跟许俊。医师啊，他们这对师生的缘分叙述得非常深入所以这个对我们从事教学啊，应该很有感触啊。有没有哪位同道分享一下你看了这个电影啊？哪一个镜头，或者哪一段剧情，甚至于是一个表情，让你流泪了，让你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了，有这样的触动，的老师啊。有没有愿意给我们分享一下？假如有的话，都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我们先以正式的学员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好。有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看到，苏怡如，学长有请。您不是按错了吗？您这我看到你好像举了手了。您方便？您是按错了还是举手了？按错了是吧？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儒释道啊。都强调因果尤其我们应祖有一段开示啊，承德印象很深呢。他老人家讲呢，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呢，从理上讲呢，不离心性二字；从事上讲啊，不离因果。
二字。大家能遇到这些大善之事啊，都是很大的福报。完了，印祖文钞分量不小，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能把祖师的几句话时时放在心上啊，哇，那受用就大了。从理上没有离开心性呢，那心性其实就是真妄啊。佛讲的是让我们明白真心，去掉妄心呢。一切教理以明心为要啊，没有讲别的，让我们真明白真妄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啊。老法师慈悲啊，更善巧啊，让我们去体会真心。所以他老人家讲五心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就更好去体会。我现在的心念呢，跟真心相不相应？从世上不出因果两个字呢，那代表我们所遇的一切事都是因果。那假如人知道啊，我现在是过去的因果，我的现在又是未来的因呢？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啊。所以我看啊，现在我问大家问题啊，大家都没有反馈啊，那可能是我过去呢，我坐在台下的时候，台上的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呀？有没有要分享呢？我都没有反应，我中了那个前因呢，现在得这个结果。随时因果都在相续哦。所以诸位教育界的同道，你们希不希望你们以后在台上的时候问同学们问题然后他们呢比较踊跃回馈feedback 一下，这个也是种因得果都离不开因果。所以人呢，随时要做角色的互换哦。我记得当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我们都要去参加研习呀、也是看到上面的教授说大家有没有问题呀、结果底下都没反应。后来我就想说，那这个我们得做个回应啊，种这个善因啊，结善果。人能不能随时随地啊，深信因果，他就不起烦恼了。烦恼啊，大分三种：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人假如深信因果啊，他对过去不懊恼了。我们有太多的烦恼都是，我当初不这样就好了。甚至于是落了过去的情况，然后对现在产生比较，这又开始烦恼了。很难安住当下。而真正的烦恼根源呢，还
还是在有要求了。诸苦皆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人只要无求了，他的烦恼基本上就大半都没了。人生都是求不得苦。首先呢，我们要把求完美的这个执着点要放下。我不是指哪一个星座是完美主义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但是这也是人的一个执着点。所以真正我们会修的就是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烦恼就是妄心做主。一转真心现前，烦恼就没有了。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那诸位老师，你们希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呢，烦恼一起来他马上阿弥陀佛，烦恼一起来他马上正念现前，他不被妄念了牵着走。我相信我们每个老师都希望啊，每个父母也希望啊。但是我们现在得表法给孩子看才行嘞。我们一直跟孩子讲传统文化很好啊，佛法很好啊，但是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不怎么笑得出来啊，脸上常有忧虑牵挂，那这个法就表不出来了。父母老师的一个表情是因哦，会种在孩子的心田里面哦。而说因果，自己种的因会影响自己，自己种的因也会影响学生孩子哦，你身边的人哦。所以懂因果不怨天不由人，懂因果啊警觉性很高哦，随时会种因呢，随时会招感未来果报哦。所以念头不能乱动哦。所以灵芝禅师有一段话讲，用心皆名定业，我们起个念头了，用心了，起个念头了，就是一个种子，叫定业了。因为种子种下去了嘛，种子不可能不见了，能牵来报。这个种子种下去了，在未来遇到缘，它就会呈现果相。能牵来报，种忏不亡。你忏悔呢，那个种子不可能不见了。佛都已经证了圆满佛了，他还有马脉之报呢。他也不昧因果啊，他还是要受报呢。只是他受报他不起烦恼啊。他甚至于在受报的时候他还为人演说啊。所以世间人觉得是恶缘，对佛菩萨来讲通通是法缘。转成利益众生，表演让众生深信因果。都是水月道场。所以一个老师假如能够理智到一切境界不动情绪啊，那老师每天上课也是啊，大作梦中佛事啊，心见水月道场啊。
老和尚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哎，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哦。哎，每天遇的每一件事都可以去启发学生，你看多快乐啊！启发家人。那首先是我们不能被这个境界转了，不能被这件事我们陷入情绪当中，那就大家都在情绪的痛苦之中了。所以要利益人呢，首先要利益自己，要爱人首先要能爱自己。爱自己具体在哪？不用妄心，一用妄心，我们就在烦恼的痛苦里面了。所以三十纪念告诉我们，诸苦皆从贪欲起呀。那会学的人，那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不贪求了，这他的人生就变了。他有没有听到？诸苦皆从贪欲起，他深刻体会到，哎呀，我都是自己自作自受啊，我不贪不就没有这些痛苦了吗？哎呦，触动他了，我不干傻事了。刚刚跟大家强调，要触动内心深处，那真看破了，这不干自讨苦吃的事了，自作自受的事不干了。所以因妄自性弥陀佛啊，诸苦皆从贪欲起。哎，不是贪欲起于何，因为我们忘了本有的真心呢，让妄心做主了。因妄自性弥陀佛啊，意念分此总是魔，不止忘了真心了，还让这个妄心啊一直相续。从贪慢慢贪不到，脾气出来了，嗔心、慢心跟着来了。我们不要小看哦，有时候念头一起啊，贪嗔痴慢疑都现前了。比方我们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我都跟你讲多少次了，你怎么还不听啊？第一个，有没有贪？有啊，有求嘛。我都跟你讲多少次了，我们讲不是为了求他要回报啊，讲是尽我们的责任呢。可是我们讲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求了，他没有马上照做，贪心起来了，贪不到嗔起来了，吃了不够理智了，被境界转了，也有慢了，我们比较高啊，还是比较低呀。假如这一件事情是你的领导，那你绝对不会这样，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学生，他比你小啊，你才会有这种语气出现呢。假如是你的父母、你的领导，你会因为他没有照你的，你给他讲的事情，你用这种语气吗？再来，这里面也有疑呀。我们假如相信他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就不会这样对待他了。所以这是五毒哦，我们不能让五毒做主哦。
所以这个经教啊，不再学得多，学得有领悟，进而去用，那一句就很深很广的受用了。哦，就像刚刚跟大家举的，印祖这一句话，理上不离心性二字，那我就随时提醒我自己要用真心，不用妄心。我那一天就有很大受用了。哎，一切都不离因果，那我没有过去的懊恼了，我也没有未来的希求。为什么？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哦，所以真性因果啊，应该没有未来的担忧。哦，再来在当下，哎，我每一个思维要是依据佛菩萨教诲，那我当下就不会想错，我也不会犹豫不决。哦，哎，考虑好了。用儒释道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都考虑完了，当然你真的觉得这个事关重大还是不够放心，那你可以观世音菩萨有32卦，当说玄奘大师西天取经啊，好像也有用这个32卦，我们印光祖师也有水洗这个观音感应灵课，但是大家不要用执着了啊，哎，我今天该不该出门呢？我卜个观音签吧，我今天吃不吃宵夜，我也卜个观音签吧啊，这个会卜出执着来啊。重大决策的时候啊，这个在用啊。所以佛法假如产生执着了，那就不得受用了啊。一产生执着，它就不是佛法了啊。因为佛法这个佛字是决啊。一有执着，它就不是佛法了。所以当初文殊菩萨对着大众说啊，哪一个植物是药，取过来。那善财童子是文殊菩萨的弟子啊，结果善财回答了，遍地都是。哎，确实哦，每一个植物都有它的属性哦，你会用的话都是药哦。哦，我们看善财童子53参呢，哦，那法身大师会用啊，贪嗔痴也是药，但是要有那个境界才能这么用啊。哦，所以哦，这个53参有三位善知识用贪嗔痴度众生啊，善财童子没有赞叹哦。其他的都有赞叹了，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哦。所以善财童子说遍地都是啊。接着文殊菩萨又说，哪一个是要取过来？这个时候善财童子能不能又说遍地都是啊？大家觉得能不能这样回答？
所以说这个不能背公式吧？哦，跟文殊菩萨配合教学啊，一开始说遍地都是，哎呦，精彩啊，都是没错啊。文殊菩萨第二次又说了，哪一个是要取过来？你不能又说遍地都是了。哦，所以传统文化不能套公式的哦，有时候我们在讨论，怎么办呢？看着办，但是看着办呢，要内心里面呢，随时能提得起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看着办不是不负责任了。不是我们以前学的“差不多先生传”啊，不是那个意思哈，要看实际的情况，就事论事，啊，去判断。所以当下老师又问了，这个时候，善财童子马上拿了这个底下的一个草药。递过来，结果当下，文殊菩萨说了：“此药啊，能救人，也能杀人呐、啊。”哦，那这个对话很深刻了。我们现在学传统文化。假如我们是执着，那这个药就变杀人的药了，会搞得自己痛苦啊，搞得别人也很痛苦。好，比方说，老法师说了，要护念孩子的清净心。就是让他不要受到污染。可是，假如我们听了以后，孩子把他就在一个学堂里面，他才5岁，他才6岁，就不让他接触爷爷奶奶了，外公外婆了，防止污染呐、你看这样操作下去啊，会有问题的。孩子他的人格建立，他孝悌忠信的这些心境，他是要在一种环境当中很自然的养成的，不是刻意操作出来的。现在的刻意操作啊太多了，可是刻意操作的人又觉得自己依教奉行。但是他又是一把手，他又是负责人，那就是那里的因缘所以人的善根呢，不是被要求出来的，是在境界当中自然引发出来的。可是我们现在那种要求的心很强啊，一遇到传统文化了。就拿着经典去要求孩子，要求家人，可是却看不到自己内心的要求控制，所以叫做好事就强势了。现在有一句话叫"爱你没商量"啊，那大家想一想。他爱你没商量，那被他爱的人会怎么样？那很有压力了。所以我们应该让他的伦常在自然的状况，然后减低外在的污染，而不是刻意操作到他整个成长跟父母的互动。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互动不自然了，
而甚至于打电话回家，不能超过5分钟，不然呢，跟家里人打电话产生停止。哇，你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都是用佛法呢，但是对人心，他没有柔软的去感受。你让一个孩子打电话不要超过5分钟，他光电话拿起来就开始紧张了。所以菩萨有四德啊，这也是我们要时时啊拿来效法。哎，因为它是标准的啊，我们效法这个标准，我们是在行菩萨道；不效法这个标准，可能就用我们自己的习气了。柔和直指色身德。要柔和，要真诚的，所以真正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心地下功夫。我们的心地假如没有随顺真心，那我。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不是真心，我们的控制要求啊，都没放下。我们负责的事越多啊，我们造的业越重。其实很多人很羡慕当领导啊，那个羡慕本身呢，也是一种轮回里面的习气。人家当领导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不羡慕当领导的，为什么？位置越高，因果越重当然了，我这么一讲，别让我做领导了，别让我做领导我什么都没说啊，不然下一节课我们极乐寺就不让我讲了啊。哦，都是听陈德法师听完之后说不干领导位置了啊。那不干领导了，那要干什么？不干了，我退，往后退，往后退，退到哪去了？没得退了。安住当下，用真心，该承担的承担，那承担呢，也不是硬撑该跟领导汇报，跟领导汇报，该这个善用同人之间的团体力量，带动起来。其实啊，我们只要念头。没有退缩，没有恐惧，你在正念当中啊，那佛菩萨的加持就下来了。难道佛菩萨会不知道现在很难吗？不可能。你说是祖先佛菩萨着急，还是我们着急啊？当然这个着急不是生烦恼，就是很恳切的啊。大家不要执着在我的用词上啊！所以老法师说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可是用出来也不是激动哦，随时还是用儒释道教的做人做事来判断，来说话。沟通来处理事情。所以这个柔和直指啊，很重要啊。
好，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聊过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啊，谁先坐啊？哦，假如我们听完了坐之君、坐之君，哎，又听出执着了，变成对领导的一个要求，我们就烦恼就来了，执着点就来了。哦，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佛陀说：“若说我有说法者，即是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意。”佛说法是因缘所生的，而且你听的时候呢，还不能着在文字相上，你要视依法，依意不依语啊，它的义理在哪？所以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谁开始坐？我。因为我先遇到了这么好的教诲了。哦，可能我们又会觉得，那他比我早学十年佛呢？哇，那他更可怜。为什么？早学十年没学对啊，那就陷到一个误区去了，那不是更可怜？那有什么好生气的呢？所以从我做起啊。你说，那我力量很有限呢，到时候改变不了了，哎呀，未来烦恼又来了。我们这么一想啊，我的心就没有办法使出我100%的潜力了，因为我有未来烦恼了。哦，所以《了凡四训》说：“一毫寄于啊，一毫将盈啊，皆当斩绝之矣啊。”寄于就是有期待了。好，将盈，希望以后能怎么样？我们要有这个安住当下的心呢，那佛菩萨才加持我们，加持得上。老法师说，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把这些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净缘无好丑啊，佛号一扫过啊！啊，这夏莲居老师就是教我们啊，只贵愿力强，哪怕妄想多啊！啊，我们肯好好念佛，好好读经听经，慢慢妄念就少了。啊，在古代，啊，有一位叫魏文侯，啊，我们应该读过历史的话呢，啊，三家分晋啊，就进入了战国时期了。啊，韩、赵、魏三家分晋，那魏国很有名的国君叫魏文侯。啊，他有一天跟一位臣子孤卷子谈话，他说：“父亲很贤德啊，可不可以依靠啊？”啊，孤卷子说：“不能。”孩子很贤德啊，可不可以依靠啊？不能。兄长很贤德，可不可以依靠啊？不能。啊，弟弟很贤德，可不可以依靠啊？不能。啊，臣子很贤德，可不可以依靠啊？
不能。哦，这个魏文侯是国君呢，问了六个问题，啊，孤卷子都说不能。哦，他听的有点火都上来了。哦，怎么都不能呢？哎，接着孤卷子这一段话，哎，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哦。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历史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古人在对话当中啊，都是举实际的例子，有说服力呀，啊，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共通语言。好，比方这孤卷子说了，啊，假如啊，父亲很贤德，可以依靠啊，那为什么尧帝的儿子丹朱被放逐呢？嗯，他的父亲是圣人呢。对呀，啊，哦，假如儿子可以依靠。那儿子贤德，那舜大舜很贤德啊，可是他的父亲瞽叟还晚呢。哦，哦，那假如兄长贤很可以依靠，那大舜是好哥哥啊，可是他的弟弟象却很傲慢呢、啊。那弟弟里面没有比周公更贤德的了吧？可是管叔还被诛杀呢。臣子很贤德，那没有比汤王、周文王、武王更贤的吧？可是他是臣子啊，这桀夏桀商纣不听他的也没办法，国家还是亡了。啊，所以接着，啊，孤卷子就告诉国君了，啊，你都寄望别人了，你要依赖别人了，那很难长久的，啊，你想要把国家治理好啊，一定要从你自己自身做起啊，啊，人怎么可以依靠呢？啊，而尤其是。你是一把手，人存正举啊！啊，底下人能发挥多大作用，都跟领导者有关的。啊，你说魏征，假如在其他朝代，可能就被杀头了。可是他遇到唐太宗啊，他们君臣就成就了贞观之治了。那当然，我们做下属的领导也不能依靠啊。我们要善用心呢，啊，用我们的真心敦伦敬分，啊，有可能领导就因为你啊，改变了观念，修正了错误的决策，这都有可能哦。哦，所以这一段话是不能依靠别人啊，因为这个依靠的心呢、啊，就会让我们境界提不上去了。哦，在佛门，阿难尊者啊，也是给我们这个启示啊，在楞严经里面呢、啊，啊，他就说到了，他就觉得我的堂哥是佛陀啊，啊，他可以让我依靠啊。所以他就很难提升了。真心一法不立呀、啊，我们还有个念头，我要靠谁？这个道业就不容易突破了。哦，所以我们四十八愿有一愿啊、哦，叫厌女转男愿呢、啊。啊、哦，诸位女同胞啊。
大家觉得这一愿什么时候转啊？往生之后再转。好，我们现在就要尽量跟48愿相应了哦。好，我不要说到这里啊，大家说陈德法师有性别歧视啊，现在讲话都很敏感啊。好，这个大家也别执着啊。我们看观世音菩萨一般照相是男相还是女相多啊？女相多嘛。因为我们一般讲啊，慈悲啊，比较多谈母亲嘛。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迎通章，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哦，那佛为什么不说如父一子啊？好，那我们要不要去给佛陀抗议一下啊？佛陀，你这样这个男女不平等啊！哦，所以每一个表法我们要体会到啊，女众啊，情感重的话，你考虑心量就不够大了。所以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心要同阿弥陀佛，愿要同阿弥陀佛，行要同阿弥陀佛。现在不能完全像，但是我现在每一步一定是往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的步伐，我不能跟他老人家反方向啊。所以我们都要看懂表法哦。阿难尊者在给我们表法，修行不能有依赖心哦。啊，要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不计成败。哎呀，我都试了好几次了，不行呢，我可能不行吧，又在那里算。哎呀，落了前面那个失败的印象啊，不计成败啊，每一次都是不贰过的精神去改。好，那佛跟这些大菩萨们来表法，我们要看懂。同样的，我们要看懂佛菩萨的表法，我们才会用啊。进而我们自己随时也要表法。哎，这个跟施这个字就相应了。啊，《韩氏外传》说的自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可以做榜样啊。这个就是刚刚菩萨四德也提了，威仪住持有则德，他随时在给学生以身作则。你看这些理都是相通的，哎，《韩氏外传》、望尽还原观啊，甚至于我们上一节课提的坐之君，就是以身作则啊。所以传统文化不是知识的学习，我们要能贯通。哎，不贯通又出现执着点，又会用错了。那假如我们想想，哎，佛陀给我们很多表法，日中一时，树下一宿，
就是要安贫乐道。哎，佛讲经不中断，大家觉得为什么？那我们现在可以中断吗？哎，佛那个时候都不能中断，现在能不能中断？哎，这一个思考很重要哦，因为这是一种因缘法。佛那个时候都必须这样做，那我们现在又不如他呢？假如不这样做，那不是更严重了吗？但是我们要体会到，我们才会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或者团体的实际做法。体会不到的话，经典还是经典，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还是打成两截了。所以解行相应，哎，理解了，哎，为什么讲经不能中断？因为讲经中断了，人就容易打妄想了。哦，所以师长有说到啊，佛三个月不讲经啊，僧团可能吵架的都有了。哦，所以他不能中断。其实啊，很多道理啊，自己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们一天不听经了，感觉自己的念头扶不扶得住？哦，所以团体要重视熏习哦，熏习的力量很重要哦。好，那我讲到这里了。大家不要去找领导了。你看，熏习很重要，你没有排熏习的时间出来啊。哦，首先要先体恤哈，不是先要求哈。好，不然可能我下个礼拜就不能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你看，讲话多难啊！这孔门四科啊，孔门四科啊，德行，接下来就是言语了。哦，都要考虑比较周到啊，不然有时候人家一听我们讲的反而误解了。所以这个熏习重要。假如我们在团体里工作啊，真的忙到没时间熏习，那领导者也要带头啊。哎，我在车上都是听经了。哎呦，我昨天听到老法师讲什么，带动啊。但是排得出来不排，那可能就是认知不够了，不够重视这一件事情。其实人不是不肯做，是他重视到位没有。哎，重视到位了，再难他都会做。好，认知还不到位，很简单他也不会做。哦，所以我们自己判断都要判断的准确啊。哦，好，我们啊，首先呢，依这个一条龙缘起啊，是去年前年二月十五号啊，老人家啊跟我们极乐寺的干部们谈一条龙的重要，这是一个缘起。好，一开始也跟大家有提到啊。我们能体会到老法师为什么要办一条龙，体会的越深，
我们越坚定。你在弘护的过程当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你都会迎难而上，因为你知道它有多重要，甚至于你知道没做没机会了。而承德自己啊，从自身的修学啊，跟带领团队的感悟啊，很深呢。自己不是从小学的啊，没学佛以前的习染，要调伏掉啊，都不容易。更何况还有过去生的习染，光是这一生的习染，看过、听过、经历过的这些染浊，要彻底放下，都要经一番寒彻骨啊。然后，我们又在传统文化刚开始的阶段，不是承德是刚开始的阶段，诸位同道，我们都是啊。因为这个文化复兴啊，要三到五代人，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啊，要三五代人一棒接着一棒哦。老人家是有传统文化最后一代哦，结果我们看啊，现在六七十岁的是第一代哦，四五十岁第二代哦，所以承德是孙子辈的哦，现在二十岁的第三代曾孙，大部分不是从小学的，我们看到什么滑坡啊，滑得很厉害哦，现在要从谷底啊再震上来。所以为什么老人家要讲现代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因为看到有急于求成的那种做法了，最后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那我们不是从小学的啊，一下子又上了讲台，一下子又当了传统文化团体的领导者，手上又握有权力。大家想一想啊，强者先迁呢。学传统文化两年三年，我在考虑事的时候，是我以前的习惯强，还是学佛之后依照经典的力量强，这个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哦。所以变成呢，我们教学的也好，行政的也好，弘护的人警觉性都要很高啊，随顺圣贤佛菩萨教，不可以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气，有这个警觉性，不断提醒自己才行，不然慢慢慢慢都会随顺自己的没学佛以前的习惯了。这是我们这几代人呢，最不容易的地方了。所以老法师尤其在90岁前后啊，承德多次听到老人家讲啊，跟我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啊，在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关，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不是从小扎根的。这老人家一生都在培养人才，90岁上下常常讲这个话，多么感叹啊，多么遗憾啊。而接触到老人家能真正珍惜啊，这是我这一生了脱生死的机会了，他那个出离心很强啊，那老人家一定会成为他了生脱死的真上缘。可是假如我们弘护的人社会的名利心很强，一接触到老和尚，把他老和尚当作某名闻利养，让他知名度一下子很高的真上缘，那他就很冤枉了。这么好的大善之事，他把它当作搞名闻利养。但我们弟子里面却有这样的人哦，就很可惜了。而大众啊，也要冷静。大众也不能，哎，哦，他很多跟老和尚拍照啊，哦，他曾经跟老和尚一起怎么样啊？我们要知道，老和尚是最有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了。啊，再下来一代两代，到我们这一代，从小都是升学主义啊，跟人竞争啊，好胜啊，啊，一有机会都想出头啊。这个强者先迁哦，这东西会比较强哦。所以要冷静，哎，他所说所做跟老和尚教的做的相不相应。他有没有持续在跟随中？啊，有的都很长一段时间啊，没有跟着老人家了。没有跟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为什么？人还没有真入境界以前，你离开了，那不白跟了？开悟才能离开善知识呢。最低标准，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能够判断。啊，陈德现在跟大家讲的这些都是属于修道，这些不能含糊哦，跟学知识不一样哦。可是说起实在的，我们其实是比较熟悉学知识技能哦。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都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系统了。可是没办法，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东方教育的智慧现在被否定的比较严重。你讲的再好，人家说拿证据来。所以现在最大的贡献，自己做出榜样来。家庭是榜样，夫妻和乐，哎，孩子听话懂事，哎，单位是榜样，我的班级、我的学校、我的企业团体做出榜样来。这贡献太大了，大家有信心呢，而且会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供养给大众啊。老法师说，20个企业团体能把传统文化落实，哇，那这传统文化就可以弘扬开来了。都见到榜样了，
尤其在商业界力量很大。为什么？商业界讲利益啊，现在都是很现实啊，我的孩子学这个以后有没有工作啊？大家都担心了。哦，那一天啊，刚好有一些家长孩子四五岁啊，哎，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教了，然后他们就说了：“那我孩子学到以后没工作怎么办？”啊，陈德跟他说：“没工作找我。”他能够从四五岁学到大了都没有间断，真的没工作找我。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没有信心啊？但是不是学传统文化一定要到英国汉学院啊？这又是形成一个执着点啊。都不能有执着点。有些人的才性，他可能是在商业界行菩萨道啊，你就一定要让他到教育界来行菩萨道。那每个人的才性不一样啊，可是传统文化里面做人做事的根基有没有深植在这个孩子的心田里面？有，不管他走哪一个行业，一定都会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应有的信心啊！但是现在传统文化，很多孩子哎学了蛮多年的，不开心呢，没信心呢，这些我们都要总结总结呀。跟性德相应的东西，为什么他会不开心呢？那孩子十几岁，他都是被父母、老师安排的，所以父母、老师的方式可能有控制要求，那他就生烦恼了。其实任何的情况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先觉悟，觉悟了，曾经走过的路啊，都会产生价值。假如大家都没觉悟，学的一家人或者整个学堂都很痛苦，那大家都会带着这个苦慢慢远离传统文化了，所以真的要醒过来了，不能再随顺自己的执着啊、控制要求啊。哦，我们啊，有一位老师很可贵啊，他这个我们之前课程有提到。让食于幼啊，把食物让给孩子，他在长身体啊，这是一种慈爱很自然的动作。结果可能我们操作成东西都要先给妈妈吃，那变成一种要求啊。我们从小说东西给谁吃啊，都不是用嘴巴一直要求的，那是父母对待爷爷奶奶，我们自自然然形成的。你看，教育就是它自然引发善根，不是要求来的。所以老法师的很多话，我们有时候不能
挑着听。老法师说，《弟子规》是父母做给孩子看的。你说几个人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其实我们听经都是选择性的，选择性就不是跟老和尚学的，选择性还是跟自己学的，因为顺着自己的想法了，老和尚的话也会听偏掉。好，那这一位同修啊，他反而啊调整了一下做法了啊，还是比较喜欢吃的啊。那母亲哎多给他吃啊，那当然你也有一个度了啊，他已经吃的胖的要命了啊。那个要也有一个度了哈、哦。哎，当母亲是一种慈爱的，把食物让给他，哎，反而孩子有变化了。哎，你替孩子想，孩子就替你想了。所以教育是心跟心的交感呐、啊。依报随着正报转的，所以我们也是从我们自身去领悟，真的哦，我们的心转了，境界也会跟着转。好，我们小时候都可以感觉妈妈都舍不得吃给我们吃，都记在心里啊，那是一种心的传递啊。当然哦，不能留给孩子不给老人吃啊，这又错了啊。你不给老人，只给小孩，那叫私心啊。啊，给老人，首先一定是先给老人，那叫孝。自己舍不得是给孩子，那叫慈。哦，所以一百年前的，你有东西不给老人给小孩，人家笑我们啊，真没见识啊，太不懂事了。你传给孩子的是私心，不是慈爱啊，更没有传孝道了。好，啊，很感谢啊！我看到有三位老师举手，不好意思，你们都举酸了啊。来，我们有请我们严峰林啊，严学长。哦，不好意思，我讲太久了啊，我刚刚问的问题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哎，严学长有请。尊敬的陈德法师晚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同修晚安，阿弥陀佛。很感谢陈德法师让我这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医道的这一个心得了哈。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也是从这个柳义泰师父跟归元许俊在这个所谓的师生的师道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到很多。那墨学在这边就
依照这个所谓的六度、哦、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这个心得报告这样子、哦、那在过程当中我发现到这个柳毅泰师父、哦、他在教导这个许俊的时候让我体会到以前听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会讲到所谓的身教者从言教者诵、哦、那柳毅泰师父他把他一生的在学医的过程包括还有帮病患在义诊的时候让我有一幕觉得非常的深刻就是替、病患在他的背曲里面病曲、哦、帮他割刀之后然后吸恶血出来、哦、那这一幕的过程当中也让许俊学习到说、这个就是医者父母心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他这也把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去担任在、考上医官之后在政府服务的时候也把这样子遇到这样的病患也落实在他的自己的病患上也帮病患从这个背取割刀之后然后吸取恶血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顺便的、哦、都不发语那顺便也又教导了他的周遭的医护人员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把他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当中、哦、不动声色的就这样子把这样子的医道、哦、这样子就传导给每个人这样子、哦、那这个是在布施的部分那还有一些部分是他在考试的时候、哦、也受到一些、他老师的影响、哦、那病患也一直不断的要求他要帮他义诊哦、那他也因为真的是不舍这样子的一个病患、哦、所以也保持着这个医者父母心这样子然后帮所有的病患去看完然后不会因为自己的考试而放弃这些病患、哦、所以也这样子的部分他也后来让他师父知道之后、哦、柳毅泰师父知道之后他觉得他把这个学生、哦、教得非常好哦、所以这个就是之前陈道法师有跟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好学生要找好老师还蛮难但是其实好老师要找到一个好的弟子、哦、就更难、哦、就像师祖李炳南、哦、老师他在、哦、在传道沈师公要传道给我们这个净空老法师、哦、我就想到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师道的承传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把自己的戒我觉得他最让我可以深深感动的是他都把老师的话都听进去然后做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持戒的部分我、哦、就是说在同道啦在修有人侮辱他啦他还是一样可以手持的老师教导他、哦、那这也是他把一连续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回到自己的一个心、哦、那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路、哦、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过程那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有时候都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别人骂我们一下我们可能就还会我就会有时候就会那个嗔恨心就会起来但是有时候就是透过传统文化学习就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心可以把它降服、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后面的部分、哦、就引用到这个所谓的六度里面的精进我觉得他对任何事情哦、他都是非常的用心去把它做好、哦、哪怕是不管是从药草、哦、然后到所谓的这个脉血针灸、哦、然后可能到最后他很用心的、哦、去做所谓的医书的编撰、哦、就是韩国的这个所谓的东医宝鉴、哦、这一本书、哦、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可以讲说是蛮多医学大学的基层、哦、所以我是觉得师道是在这边的部分我觉得他把它落实的非常的完整、哦、可以从他的老师身上
然后可以学习到这些很多。哦，所以其实 总结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学习到蛮多的一些部分，让他自己的心哦可以慢慢的定下来。这也就是说，他答应他老师说要成为一个新医。哦，因为这个新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反观到我们在做这个一条龙的部分。哦，我也是希望说自己都可以秉持净空老法师还有承德法师的教诲，哦，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完成。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贪嗔痴慢。以后有时候都会考验着我们啊，所以最后啦，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一句，也是老法师承德法师以前都有在上课过程当中都有都有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前现，那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我觉得这一句这两句话刚好就是可以跟这个医道里面可以互相的一个呼应。那我也希望是说可以透过这个一条龙的一个教育的学习，真的可以把这个所谓的现在在讲的这种科学哲学因果道德伦理，我们要把它回复到以前，是要先从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那这样子才是一个完善的一个学习一条龙精神的教育这样子。好，谢谢。谢谢严学长。严学长您是家长哈？不是，我也是家长，我也是家长，但是我不是一条龙的学员的家长的家长。好，都是有心人啊，同道中人。谢谢严学长的分享啊！也感受呢，他也时时是用这个六度普贤十愿来关照自己来关照遇到的这些人事这样会让我们呢对六度普贤十愿就在每一件人事当中啊体会得更深入更深更广。因为学习掌握纲领呢很重要。那尤其他提到的那个刘义泰大夫带着许俊嘛去那个屠夫家看诊。他亲口去吸那个脓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一段最后许俊的表情他没有字幕哦，只有他的表情。我感觉这个片子啊，大家可以多看几遍，他拍得很细致，有一些表情真的会让人很有触动。就是他那个表情，就是内心里是发愿的，我就要像师父这个样子。所以诸位老师，你在台上讲的时候你底下的学生假如出现像许俊大夫这样的表情那你这个你教他的伦理道德因果就深入他的内心里面了。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重要的是有心灵的触动，我们听了什么特别有感触，进而就会把它化成一种行为了。就像许俊他那个看到老师的榜样的那种触动，就变成了他学医过程源源不绝的动力了。好，那谢谢严学长啊。那因为我看人数不少啊，我们呢就讲一点就好了啊。你觉得特别有触动的那一个点啊，我们请刘新荣学长。承德法师，那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那就是其实我最触动的一个点是跟刚刚那位学长一样，就是当我看到那个柳毅太去吸那个浓汁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惊讶到，就没想到 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医者的，就是对于病患的关心。然后我也还记得那个主角他那个表情是蛮震惊的，他是一种蛮震惊的表情，没想到会老师会这样子做。然后当下后来我也还记得，就是主角后来他在外面行医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同事看到的时候也是有点意外的表情。对，然后我也感觉到主角也慢慢感化到他的同事，他同事本来还邀请主角喝酒，可是到了后面到了后面同事其实也开始对于行医渐渐的开始重视，甚至也会开始出去义诊。这也是我觉得主角也蛮难去感动到同事这个部分的，这目前是我比较有感悟的地方。谢谢阿弥陀佛。好，谢谢刘学长。大家对这些剧情啊都颇有触动啊，可见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啊。而我们看这个自利利他啊，其实自己在行道的时候啊，身边有缘的人的善根呢，也是自然被带动起来了。所以刚刚严学长有提到，许俊也是这样去对待病患的啊，这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承传。所以我们老师假如在台上啊分享自己行孝的啊这些感悟啊，甚至于讲到自己流泪啊，你的学生在台下也在流泪，但这不是操作来的啊，很自然的互相的交感。因为我们也曾经遇过啊，有一个老师要上台演讲了，他说我今天非讲的底下的人哭不可，那这个就是照做了。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啊，不能照做，不能刻意安排啊。所以相信呢，假如我们分享到孩子也流泪，有可能他那一天回家行为就开始不同了。好，我们接下来再请陈彦荣学长。尊敬的承德法师，然后还有教育前辈，大家阿弥陀佛。其实很惭愧，那个这部电影一到我刚好这上个周末没有看。对，可是因为要感谢那个严学长还有刘学长刚才的分享，让我知道一到大概在讲什么，那就是做一个电影的导读这样子，所以这个周末我会把它看完。然后我想说，就是针对刚才承德法师说的分那个说一些我的想法，这样就是我对承德法师有一句话叫做好事强势爱你没商量，这句话印象很特别的深刻。我觉得就是像我刚进入学校这个陷阱，我觉得我还蛮容易踏进去的。对，然后就像我之前有一次在学校很生气，然后呢刚好看到旁边有一杯水，然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一本书叫做和谐的世界水之道，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极乐寺的道德讲坛那个拿的书，然后我就对着水说降火气水，然后就把它喝下去之后，就觉得
有作用，可能是心理安慰这样。就是后来好像就我觉得还就是没有比就是有冷静下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比较冷静这样子。对，以上是我的报告完毕。这样，好，谢谢陈学长。好，相信你这个礼拜看电影会很有收获啊。哦，那啊，也从你的分享啊，真的也联想到六尘在说法，善于去感悟的，啊，应该每一个事物啊，你都能够有所反观。其实这个也是佛家教化的一个艺术手段啊！你看到花，你就知道要开花结果啊，你要种因啊！你看到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你能从这一个点延伸到啊，比方说你看过《生命的答案》，水知道了。那你一看到水，他就在跟你说法了。哎，哦，那等于这个一切人事物，你都能够反观。哦，那当下不只是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哎，当下自己的生活也是，啊，像陈德一出门。右边就种了竹子，啊，那竹子的表法，啊，它虚心啊，哦，而且它是合群的啊，长在一起的，哦，而且它一节一节要突破，啊，而且竹子是没有一个部分呢，啊，不能用。全都有功用啊，竹子可以盖房子，啊，叶子可以包粽子，啊，竹笋还可以吃，啊，所以自己哪个可以利益众生的，通通不要保留，通通都要奉献出去，啊，这个是能起到啊六尘给我们说法的效果，人就不容易退转。那这个就要靠自己的一种善于去反观的态度了。好，我们接下来请杨秀芝学长。尊敬的陈德法师以及各位学长，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要算是末学，我是好好的来休息增强自己的能量的，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那看完一到这上下两集的这个影片当中，其实让我非常震撼的是许俊医师他在考取了科举之后，那被任命在政府的单位工作，可是他因为在外面帮那些没有经济能力去看病的这样的那些平民百姓去为他们治病，而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所以受到他的长官的严重的责罚，罚他来回那两个门当中呢，要来回的去念那个门上面的匾额，然后来回的上下楼梯走1000次。那一千次其实就旁边的人都知道那会要了他的命，因为一般人只要被罚500次大概就去了半条命了，可是他坚持，他咬紧牙关，最后是用爬的也要把他爬完1000次。那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很深刻的就是，第一个他违反了规定他甘愿受罚，然后第二个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完这被处罚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他背后更坚定的信念是他要长官们或者是所有的人知道人命的可贵，所以今天他站在一个医生的立场，他即使自己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处罚，甚至可能会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他都必须把这样的一个似乎不是那么合理的或者是不够人性的不够珍视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文把它凸显出来。他希望透过他这么坚定的受罚，然后能够让长官让政府看到这个法令应该被调整跟修正。所以我觉得身为我们老师的也在很多层层的规定或者是相关的法律之下，我们是不是更能够去看到以学生以教育为本位而能够勇往直前去达到那个真正教育最最最核心的点。所以这样的勇气跟承担是我非常敬佩的。以上是我很拙劣的分享，请大家指教，阿弥陀佛。好，谢谢杨学长啊。其实这些情节啊，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状况啊，确实也都是很深刻的哦。你看在孔子那个时候，孔子就感叹啊，道之不行也久矣啊。道不行，沉浮浮于海啊，都有这样的感叹呢、啊。更何况是2500多年之后的我们。所以现在等于是各行各业都是一个回归的过程，回归到每一个行业的道，医有医道，商业有商道，我们教育界有师道啊，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呢、啊。我们都要振兴道德啊！陈德应该有跟大家提过吧？我之前呢、还没有去代课以前呢，本来已经决定要做有机工作者有机食品了，我已经开始种菜了。也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你真正要去做一件事才知道挑战很大。你要去种田，第一个土壤污染了，第二个水源污染了，第三个种子找不到了。你好多问题啊都要一一去化解哦。一级一切啊，一个行业有这样的难度，其他的行业都有。为什么？因为人心偏离伦理道德因果啊，已经好几代人了。它会在哪里呈现？在每一个行业呈现出来。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就要达到回到大同世界，那不大可能。但是我们有没有尽力，那才是重点。尽了力了，就功德圆满了。所以两文钱也是功德圆满啊。大家不要在结果当中啊，太挂碍，太有得失。好，所以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教育界。刚刚也跟大家提到啊，现在整个教育系统啊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系统了。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系统了。所以老人家也感叹了，你一科给他教那一天给他教那么多科。他这一科还没定下心来又换下一科了。下一科还没定性又换下一科了。那我们自己想一想。我读书也读了十几年了。诸位同道啊，
你们现在小学、初中读的记得什么？可是李炳南老师那个时代哦，从小学的到九十几岁都不会忘记哦。这就是一个教育的时节因缘。这我们古人他通达人性呢。哦，他知道十三四岁以前人他那个理解力思维能力还不是很高。哦，但他记忆力特别好。啊，你让他读过200遍了，他可能一辈子就不会忘了。啊，读100遍。背100遍，老和尚讲了，不要把下一代教成浆糊了。老和尚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们没有那个威望，不敢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自己走过的人生呢，也要总结总结哦。我们有多少非常宝贵的生命岁月用在对我们往后人生没什么太大作用的地方。老师有一个责任，他曾经走过的弯路他绝不让你走，这是父母老师的心啊。所以老法师啊，他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啊，那是第二次宣讲，讲了107集啊。一开始老和尚就说了，我学佛38年了，你们不要走我前面38年的弯路啊，我现在直接告诉你啊，就好好的修炼佛法门，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你假如还执着说，哎，老和尚，你以前学的我也都要学，那你就多绕那些路了。这叫失道啊！念念想着成就孩子，不走我们的弯路啊。好，那现在难，还有一个难度咯。我们在做传统文化，其实我们也不是从小学传统文化的，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到哪里？所以刚刚跟大家说，做出榜样很重要啊。当初我们在庐江啊做传统文化的推广啊，老人家也是想，这个可能要做个3年吧。哎，结果几个月有效果了。老人家很吃惊啊，我们也很吃惊啊。好，但老人家很明白，告诉我们，佛菩萨加持啊，祖宗的护佑啊，因为10万火急了，再不重视伦理道德，这社会变成什么了？所以这加持力特别明显。的效果彰显啊，当然你那个效果要持续保持，那个教化不能停啊。就像我们自己修行，一开始很猛啊，可是你不持续修熏习下去，也会退转回去的。那护持我们自己一个人都那么费劲了，你要教化一方可不简单了，教化一个团体学校，这都是蛮大的工程。那我们马来西亚一开始啊，我们啊庄居士啊，他得带领他的团队按照传统的做法来教孩子。他自己的女儿啊，现在已经在英国汉学院了。那他培养他女儿培养10几年了，他一开始也是相信老法师说的，结果用传统的方法教这13、14岁的孩子，大学
三天就背下来了，哎，可以默写哦。中庸七天就背下来了，他自己很吃惊了，我听了也吃惊了。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而我们产生了一个不可能，而去影响到我们对于落实传统这些做法的信心跟具体的操作。哦，所以好像上一次参考资料里面也有将他们做的提供给大家的。老法师说啊，说我们没有古人聪明啊，老人家说我不相信。重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做依教奉行，不然效果啊也不会输给古人。好，不相信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马来西亚去看看。好，我们现在在其他地区，在北美啊，也是都有请啊马来西亚的同学这些老师们呢在辅导了。啊，没有见到人哦，光是用网路啊，用传统的教法，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可以说提升的速度啊很惊人啊。啊，他已经受到时空的很大的限制了哦，效果还非常好。好，好，那谢谢啊，杨学长的分享啊，我们发了愿了，都会面对客观的挑战啊，所以纵使身死诸苦中啊，如是愿行永不退啊，我们这无量寿经呢，不能白念了啊，哎。啊，有这个学长呢提到啊，现在提倡的是爱的教育，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啊，有时候孩子让我们脾气上来，不打不骂，真的比较好吗？啊，我们现在问一些问题啊，陈德建议啊，第一个，自己静下来，依学过的经教思维，有可能自己就想通了。啊，假如还没想通呢，那打一些关键字。啊，那最重要的，净空老法师要打上去啊。哦，哎，可能就会出来了。好，你假如有三五同参道友，哎，你们可以互相如切如磋，哎哎，越切磋啊，想得更深更广啊。假如这些都用做法都做了还是不行，那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好，好，有时候啊，心一静下来啊，反而问题自己解掉啊。陈德的方法是呢，一有疑问啊，听经，往往还不到15分钟啊，啊，没解决了啊，师父哪一句法语，哎，入心了，念头转过来了。但是是自己体悟的，还是比别人告诉你更好？啊，这是陈德自己的感受了啊。好，那我们提倡爱的教育，诸位要注意哦，爱的教育谁规定的？谁的理论？他开悟没有？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这是对自己，不能随便相信自己的想法，
再来，你看这个人的书，他证阿罗汉没有？你一看，哇，讲的太好了，就被他带走了。我以前也是显相还身啊，真是祖宗有德。承德以前是做这个传统，这个课程培训啊，收费都不便宜啊。哇，好多人崇拜的偶像啊，邪师啊。那邪师厉害到什么程度？讲一百句话，九十九句都是对的，让你佩服的不得了。一句就把你带地狱去了。他五十句对的，五十句错的，他骗不了你啊。这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他就一句跟佛经不一样，就把我们带地狱去了。所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是正是邪啊，我们分辨得了吗？所以一般修行啊，先不要离开善知识啊，他护得了我们了，我们一离开他也护不了我们了。好，我跟大家举真实的例子，在餐桌上刚好有弟子啊，我们跟老人家一起吃饭，有个弟子谈到了一个词，我相信我们教育界的都知道，人本主义学派。每个人都接触过吧？好，那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你拿到一张100个人的团体照，你那个照片拿过来，你先看谁？啊，先看谁啊？先看自己啊。这一般人都是这样反应的吧？好，那我请问大家，人本主义学派，人本首先想到谁啊？大家注意哦，近代提出来的思想都不是经典里的东西哦。他有时候那一些理论就是为了针对某一些腐败的东西批判哦，可是他的心平吗？不平的心批判出来的东西，设定出来的制度会很中正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要冷静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候啊，你看近代都强调权利义务，权利义务，大家冷静看一看，上街抗议的，你曾经上街聚会的，你曾经看过哪一个是我们有义务，我们有义务，我们有义务，你看过一件吗？你看提出这些理论的人，他能看到未来的流弊吗？明明强调权利义务都是我们要重视的，可是你看人只讲什么？我的权利，我的权利。那这一些思想理念一开始提出来的人，有会看得到这个流弊吗？所以现在所有的乱象就是相信了没有开悟的人的话，开悟的人的经典都被放在旁边，没有很多人看。这孔子说的圣人弗逆啊，圣人没几个人认识了，愚者善权呢、啊，就是掌握那些权力的人都不明理，可是整个国家方向啊什么是他们在决策的，这叫共业，天下之不祥啊。哦，但是我们处在这个因缘，
我们能尽多少力就尽多少力，功德圆满，世事无碍啊！你处在任何境界，不影响你修行啊，跟境界没有关系啊。所以老和尚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可悲也可喜，看我们用什么态度。你用积极的态度，你可以积功累德啊。五千年来出现第一次文化传承的危机，以前没有啊，以前要修这种功德没有机会，现在真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啊。而且还不是能够推广的很兴旺啊，是能留住根啊。你的学生里面有承传的根苗啊，不会断啊。禅宗一祖到五祖都是单传啊，可不容易啦。哦，所以老法师当时候一听到人本主义学派啊，因为老人家不会去翻现在这些书嘛，老人家一听，哇，那真的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你敲他一下，叩之小则小名，叩之大则大名，一句人本主义学派，师父说不对吧？应该是孝本主义学派啊。孝本啊，人的本在孝字啊，这个才是大根大本啊。你把孝交给他了，不是说遇到事情首先要考虑我啊，考虑我啊，那不就把他教偏了吗？孝本主义学派，孔子说的“夫孝，德之本也”，不教孝啊，就不叫教育了。《说文解字》讲的“育者”。啊，养子始作善呢，那百善孝为先呢。更严肃的问题哦，不教孝，他的性德开不了呢。那我们不就糟蹋他得人生的机会吗？当中华儿女的机会，这多难啊！结果我们没把孝交给他，没把孝亲尊师交给他，那我们情何以堪啊。好，所以这个跟大家探讨问题啊，不是去背答案哦，我们借由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反观，借由每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掌握思考的原理原则。借由问题，我们可以掌握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那这样，我们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啊，我们就懂得举一反三，闻一以知十。哦，所以那假如是这样呢，我们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了，我们也会自己思维，慎思明辨了。好。所以这个爱的教育啊，那我们老祖宗是最爱后代子孙的啊，他老人他们这老祖先的爱的教育传了五千年啊，读书自在圣贤啊，啊，把一个人教成圣贤，那真爱他了啊，啊，你假如把他教的他很自我。那就不是真的爱护他了。
好，那我们看，哦，尊重孩子的选择权，那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孩子的标准是什么？玩呢？我小时候就是都选择玩了，哦，空投油啊，哦，很多玩的东西啊，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啊，不过想不起来也是好事啊。都多少时间都耗在那些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上了。当然啊，你现在让孩子一下子什么都不能玩了，这个有点调整的太快了啊，你要寓教于乐，寓教于乐都要有善巧方便啊，不然你的好心呢会适得其反，产生反感的。啊，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了，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选择东西以什么选择？对呀，那孩子呢？哦，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做出身教，选择依什么？啊，依正确的是非、善恶来选择，邪正、利害，这个事做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啊，还可以分析给孩子看呢。啊，我的记忆当中啊，我的父母很尊重我们。啊，但是那个尊重在哪？尊重在我们不同的性向，而不是是非善恶上。对啊，是非善恶，那你家长要言教身教要到位啊。那至于他的性向，你不要控制要求他一定要走什么路啊。我曾经看一本书说，哇，好会教孩子，三个都是台大电机的，我说他不会教。人都看相啊，哪有三个孩子的性向都一样的？不可能，大家都有兄弟姐妹吧。你看我们兄弟姐妹的性情一不一样，性向差很多耶，那来投胎是个缘而已啦，差别很大的，双胞胎性情都不见得都一样啦。是啊，哦，所以是我们能止住我们那种控制要求，尊重孩子的这一些先天带来的这些特长，哦，不要说哎呀，你去做那个我多丢脸了，那不对了。哦，好，那孩子真正有那个正确的判断力以前呢，你还是要带着他去判断的，不能说尊重孩子的选择权。我有时候都把这个话讲得好像很高，尊重啊，你得考虑客观的状况吧。哎，有时候孩子让我们脾气上来了，这句话有点问题啊，好像是孩子害我们的啊。啊，色不迷人，人自迷啊。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啊，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动了。哎呀，你今天给我气得要死了，你看都是别人的错。哦，不打不骂，真的比较好吗？其实这个都是知末了，那行为是知末嘛，心才是根本啊。你纵使打他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生气打他吗？是因为你爱他？你的出发点是爱呀，不是脾气呀。因为你爱他，要让他长记性。可是你真打了，你不能发脾气哦。你只要带着脾气打的，他都记得你的脾气，不会记得你是希望他做好什么。因为那种脾气啊，会让对方也会产生烦恼。可是你是一种正气的时候，对方也是感受到你的苦心。啊，我被我母亲只打过一次，那是真的太夸张了。爱玩都有危险，结果回来，我们家住在一个巷子里面，啊，发现我了，把我带回来，没有马上打哦。你看，我们那一条街也有很多家长是，孩子一犯错马上就打了，打的那孩子以后都没自尊了，啊，带回家哦。还上了我的房间呢，才打我。啊，那打了一下，母亲头就转过去了，就走了，就这么一下了。其实我没看到我母亲的脸，我也知道母亲流泪了。啊，那打在额身，痛在良心嘛，怎么是情绪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啊，都会在要打还是不打，都在知末当中思维，要从根本去思维。而一个人能够不被情绪控制的，才是挚爱啊。我们才能够去爱人，我们才能够去爱我的孩子跟学生呢、啊。知所先后啊。那我们当下该怎么降服自己内心的气氛来教导孩子呢？啊，那这个思维就很正确了。首先是要在自己的心地当中下功夫了。那六度里面这个忍辱就是对自成恨的。那黄念祖老师啊，黄念祖老居士有讲六忍。啊，再发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今天呢，时间已经超过了啊，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